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。哇，真欢喜吼！看到咱即届是礼拜日，啊，咱拄则秘书长咧介绍吼，迄是我私底下有送伊物件吼，萨古拉啦吼，啊，所以大家唔免放在心上，吼，所以大家拢真优秀，唔是讲所有民政府的人吼有权有价，大家拢共款。咱来到这个所在吼，就是要表现讲每一个人。只要你尽你家己一份的气力，啊，大家平权，大家拢平好，大家拢总是咱台湾每一个应该爱尽责任的所在。那么今仔日，我是要甲大家来分享，就讲，咱今仔日要所看的这个影片，确确实实是予咱愈看一届，咱的心会阁疼一届，因为。每一次我在看这个片的时候就想到较早，因为这个制度将一位很优秀的老师把他废掉，因为无正常的制度将一个囡仔会当在全世界出名，伊却是把伊砍掉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咱要说。看要讨论的这个代志，是安那那会叫做讲要用心灵都市计划哈。我今仔日唔是要来介绍都市计划哈，因为我是读都市计划，但是我若讲要甲伊发条一条一条提来安尼甲介绍哈，可能就困呢。感觉大家想讲啊，这唔知要创啥，连我家己要读的时阵，就感觉讲这唔知要做啥物工课。但是当我去看到讲，这个都市计划，一个国家的制度若要好，不是为外表开始，底下安怎想安怎做，实在是对心内你要有一个真正确的想法。假使讲你若是有疼惜家己的家庭，我相信你这个家是治理了真好。你若有疼惜你的家庭、你的囝儿，我相信伫恁家的顺序制度是非常非常的正确。但是今仔日台湾每一个人心内底是发生过啥物代志，予咱无法度过去向前也毋对，退后也毋对，予咱少年人到底是要行对倒位去，拢总茫茫渺渺。所以首先呢吼。我伫遮要讲的进程，我先来甲大家看一个影片吼。这个影片检测你捌看过，所以我今仔用照着遮影片来甲大家讲，咱的心内所欠缺伫遮就当找着。所以一开始我请问，我用这个华语讲，唔知大家听有无？免我用我的母语，还是爱讲华语？但这个台湾话，台湾的。听啦吼，好，谢谢，咱爱尽量学习吼。我感觉我真爱讲这个台语吼，就是我的母语，因为我最细汉开始讲到大汉，过去读迄个白话字吼，拢总讲的音拢总是台湾话，所以我真爱这个语言，嘛真爱这个表达真拄好吼。所以咱伫遮，我先来一开始你看到这个。情景，你感受到讲，可能即我细汉的时阵嘛是相像，可能我细汉的时阵，即、這个描写就是一个老师，伊去伫一间真普通的一间学校，虽然是真美式，也毋过伊所内底所住的毋是迄个细间学校的位置，而是每一个教育者心内迄种因无健全。所以教育学生是要安怎？所以第一段，咱来看这个影片哈。来，咱看第一段。这个又是你们四年级啊！这个啊，你最调皮啊！校长。
道理啊。这个那个，他是新来美术老师啊，你叫他傻瓜。啊啊，不是的，他签名说是傻瓜啦。去，好吧，站好。这个那个，阴阳午餐以后到办公室向郭老师报道，接受惩罚。这个那个乱七八糟你。哦，你完蛋了，这次你会死得很难看哦。你会死的，这那你就告诉你、啊。你打我干什么啦？我打得痛，老师打还得了？干嘛啦？你的生姜啦，直接就完啦。来哈、哦，咱等一下哈、哦。而且在第一届，咱看到这是一个真。真美色一个国小哈，啊，不过这个国小，捌来一个美术老师，这个美术老师去到迄间学校的时阵，伊感觉讲，我相信这位老师拄去，伊抱着什么？伊抱着讲，伊要将伊所学的学术，所有上界优良全世界观的美术概念，要教育给伊这间学校的囡仔，因为伊发觉着讲。虽然是庄卡，虽然是伫这个只残障的所在，也毋过伊愿意去。所以伊看到遐囡仔咧耍游戏吼，我感觉是真非常的快乐。检菜，你已经真久吼，毋捌看到咱的囡仔像安尼耍过啊。即我囡仔拢耍过，也毋过你即摆若阁耍，你有看到讲咱的后一代敢捌阁安尼耍？咱若看到咱即摆囡仔。透早六点起床了后，甚至搁较早开始，伫倒位食早顿，伫车顶开始六点起来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啊！就来甲爸爸妈妈讲，我特别迷糊啊，紧嘞！啊，然后因爸爸就较紧开车，好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！啊，紧嘞时阵，搁安怎？开去一间早餐店、素食店吼，啊，就甲讲来甲长同款，啊，迄个老板嘛真知影嘞。马上较紧嘞，就摕面包，啊，就汉堡，摕起，佮一杯可乐饮料，啥物话，啊，在你拣，啊，然后呢，迄个爸爸就甲讲讲，紧嘞，剩两二十分钟尔，伫车底看食食嘞，啊，然后赶伫七点到学校。我相信六年来国小的生活，六年，你若知你个囡仔即种生活经过六年，你个囡仔敢会健康？所以伫即变作啊，然后伫学校开始上课，一直上，一直上，一直上，上到下昼四点半下课，了后佫去倒位。马上你有看到一个现象，所有安亲班的车，超十几台拢排伫门学校门口，伊工人入去学校内底，伫遐排队，互囡仔点名啊，开始叫叫叫，像咧赶鸭咪啊，佫一阵一阵佫赶去倒位。赶去各大补习班、安心班了后，读到几点？读到九点，然后回去厝，开始适应区。伊妈妈就佫甲问一句讲：“啊，你功课读了无？”我感觉这个父母吼，是还敢袂想讲，我为下在六点开始一直读，读到即阵九点，你拢无问一句讲，敢有休困？会忝无？拢无，啊，就开始讲啊，会啊，久会读了无？啊！若读无了的时阵，变作安怎？各位九点去读到暗时，甚至有的家长将囡仔来，今仔考什么会摕来我看，啊看看。若考无到九十九的时阵吼，一个囡仔考99呢，竟然得找到甲扒落去，讲考到这种成绩，今仔时啊无考满分，哇！啊，这囡仔要安怎？这个囡仔，我相信，伫伊透早六点起床，读到下昼，伊毋是考99分，毋是代表真歹，甚至97、96，并毋是真歹。是安怎？是因为伊个心内底敢袂足忝个？我感觉讲较早我读册嘛无遐认真，也毋过伫这个囡仔，你甲看因个耍个时阵。你敢无真欣赏？伊讲哇，伊那耍到遮尔啊，
趣味这么精彩。所以这个老师他抱着一种大意向要去改革这间学校，要将他所捌的国际观念要介绍给这些学生囡仔时阵，咱来看到讲学校安那来经营这个学生，好，咱看第二段，你看因校长要安那来，你看到这个校长是直接国民党体制出来校长哈，你看伊讲话，你就知影讲这个校长可能像这种也蛮使做校长来。各位同学，高姐，今天听说天气很好，校长啊妙手工作了，不忘留电视啊，请新来的副导书啊，这个时候高一天老师来宣布，完毕。笑什么笑？太随便了。这个走楼梯啊，不要这样走啊！对不起。小心！大家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吧。我知道小朋友里面一定有很多人会画图，也喜欢画图的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。好，这位同学很好，很可爱。小画家，你可以向老师报名参加美术班的训练，其他有兴趣的同学也是一样，向你的老师报名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完毕。就全靠你这个这个。好，咱看到这第二段，伊就咧写着讲，伊要介绍这个美术老师开始要去，所以我。每一次看到那个囡仔，你有看到一个囡仔叫做古阿明哈、哦？这个囡仔是非常非常活骨，伊拢感觉讲伊他卡想啥，伊就讲啥。我感觉我囡仔甲伊同款，参像讲，这个囡仔伊表达的方式常常会去用骂，但是这个老师伊心内我都接纳这个囡仔，伊甲伊讲讲哇，这个小朋友真古锥。你会当来画画，啊，所以你看到讲，当老师咧介绍时阵，大家全体立正，啊，大家拢唔敢抵挡，刷咧，啊，佫互因迄个魔鬼迄个主任吼，啊，佫画一句扫视，大家囡仔才较放轻松。所以咱的学习环境是变作甚物款？咱的学习环境是拢带着压力，带着讲。轻松来学习，敢袂使哩？袂使哩。所以你甲看到咱的美术教育，我若讲这个问题，你会当去发现到真正，咱67年来，予流氓政府管理所教出来的美术教育是虾米款？第一，你若唔相信，你等于问你的老师，还是周边所有的朋友拢好，你甲讲，请问。你会当，你会晓画迄个花朵无？哈、哦，画花会晓无？伊马上画予你看。伊讲：哎呀，这足简单的啦，这就是吼、哦、五个花瓣哇吼，啊一支直直，啊两片树叶，啊中一个红乌点。哈、哦，五个花瓣，一支非常直的一树啊，一支安尼。你敢问讲小朋友？等我伫捌伫学校代课过时阵，我嘛甲出这个课题予伊画时阵，每一个拢总35个学生囡仔画出来拢一直共款。我总啊问一句讲，小朋友，各位同学，恁伫学校捌看过这种花无？你若找有，马上搬来予老师看卖啊咧。迄花的长相有安尼像平面安尼五个花瓣一点，啊一支像烟线遐长，啊佫生两片树叶。这是全世界唔捌看过。第二点，你敢问讲，啊，你会晓画蝴蝶无？伊画出蝴蝶拢虾米款的蝴蝶？第一袂飞，伊的蝴蝶绝对袂飞，当天安尼。吼、哦，迄是像标本安尼，啊，标本蝴蝶拢是安尼哦，对称的对称图案，画60几年，
咱家出来蝴蝶无一只会飞嘞，飞袂起来，干那拢伫标本才看有。第三种，你佫甲问讲，啊，你遐会鸟啊袂？小鸟，哇，袂晓。啊，那画出来像甚物款？像咧烤小鸟迄种诶，嘛是实体开开吼。啊，无就那像咧残障手册迄种小鸟，啊，无就即只小鸟嘛袂飞。那有人迄小鸟飞前飞，是得天开开，啊，像整个安尼共款。所以咱教六十几年的教育内底，咱拢无用真真正正去予咱看见讲，真正的鸟啊生做啥物款，真正的花是生做啥物款，真正的蝴蝶遐尼啊水是生做啥物款，啊，拢总是天开开，大家那面残障的，啊，无就是标本，啊，无就是死去啊。但是，这全世界，敢若独独台湾吼，无人认为安尼唔对呢。当伊一直加落，一直加落的时阵，所以每一届我看到国小咧上迄个美术教育，有当时啊看到即阵的教育是用啥物款，买材料包啊怎做做就好啊。请问，即种物件会当互你的囡仔学习到啥物款？甚至甲国中内底，我会记哩。每一届国中咧开家长会，迄位家长去到学校开家长会，敢若讲两句交代，迄、那个会议就结束。我第一届看到这种校长，啊，看到这种家长咧开会，大家是排规堆伫遐咧等伊，咧等候咱的家长会长到位，啊，然后要来开会。阮摒扫开始准备足足要三十分钟，结果一来敢若讲两句话。第一句，伊讲咱的学校内底应将体育、美术啊，甲一寡无重要的垃圾课程全部拢卖上来，加强啥物数学、英语、华语。好、哦，这是伊第一个交代。第二点交代，咱今仔日开会。我无遐侪时间甲恁开，看偌侪钱，甲我讲就好。啊，这个会议就结束啊。啊，实在毛影呢？伊讲偌侪钱，甲伊讲，啊，伊就哦出钱出钱，啊就学校这个会议啊就结束啊。咱伫遮要学啥物？所以自迄年开始，迄课表每一届摆着音乐课，哦，来即节是音乐课，将来我伫高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拢毋捌上过音乐课，毋捌唱过歌，慢慢画一张图出来，甚至为国小开始就同款安尼。伫十二年的教育内底，每一届音乐课就是考数学，美术课考英语，啊无就加强英语，补强啥物考试的，但是各补补到尾。咱所读课所想的是啥物？就是拢一挂无路用的物件。所以伫遮，咱继续看到，这个老师伊真用心的开始教育时，伊拄到啥物困环境哈？咱来看这段落去，你知影讲因学校的对话、学校的制度是遮尼啊无拄好，就全靠你这个端家米啦。报告，我来接受新来的老师的处罚。对不起，报告老师，要打屁股还是手心？手心、屁股都要打。那先打屁股好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了。嗯。你知道我的同学、老师、同事们都叫什么？不知道。鸟蛋。啊，鸟蛋！跟你讲别说，还叫你大手，回去吧。真的不打我了？当然不打了。要不要意思一下？上课去吧。哦。哎。哦。我菜，我很狗，哪知道叫我们笑？真可惜，有机会试一下。我越来越骚了啦！没被打，叫什么叫？啊！真的骚了！啊！好笑哦。好。咱来看多正迄个哈。伊就是讲，咱看了后是要予咱大家想讲，
这个囡仔，伊本来对一年开始甲读甲即阵四年，伊所心内去甲学校拢总是抱着惊吓，感觉讲老师若看到，就是要甲讲。所以当伊开始，伊甲老师因咧耍迄个骑马打仗，啊，甲迄个老师甲校长甲引导的时阵，啊，然后怎啊变做虾米款？变做学校老校长甲讲，来，你等下食中昼时阵吼，去找一个老师。这个囡仔，伊真知影讲，可能无偌久，伊会互讲。伊准备嘛，要有这个老师讲，不管讲手还是讲脚，拢讲手心吼，还是讲屁股，拢无要紧。但是伊就是准备好，伊怎啊去开始讲听讲抹迄个辣椒吼，啊抹抹讲落安尼较袂痛。结果伊入入的时阵，怎啊看到这个老师甲伊讲啥？甲伊讲，等伊上课吧。真温顺，甲伊讲讲，唔免惊，你等伊上课。我相信咱看阿姐，这个老师我这世人唔捌拄过。我这世人所拄过的老师拢啥物款？会记得我伫国中的时阵，我嘛捌去提名家己，我真爱提名我家己讲啊，我要参加啥物会，因为我感觉。参加有参加就好啊，因为这是阮家庭吼，伫这个细汉的教育内底讲讲，你若有学校任何比赛，你要尽量去参加，会当磨练家己嘛无要紧。所以有一回，阮伫学校内底有咧迄个演讲比赛，这个演讲比赛叫做说话课比赛啦吼。啊，说话课比赛，大家咧讲的时阵。有两位同学，阮迄班呢，两位同学成绩真非常的悬，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伊怎开始甲这两个同学讲，迄老师安那讲呢？讲你们成绩这样子的话，要去参加，我也不反对，哈、哦，休闲一下也好，好坐下。所以迄个老师一去甲。教室的讲，恁有参加演讲比赛，五位同学拢总站起来，结果阮五个拢站起来，两个成绩真好，老师就讲啊来请坐。过来这两个是成绩念咪好，念咪歹，念咪好，念咪歹。老师开始安怎？开始对第一第句的安尼开始一直骂骂骂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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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机关枪一直骂一直骂，讲恁这种行为是安怎是安怎，啊骂骂到落尾。足足我甲算过二十分钟，拢恁骂这两个学生，阮同学二十分钟拢恁骂讲，恁安尼国家去参加演讲比赛，恁是唔知死活，啊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，啊老师讲这是演讲比赛是非常正当活动啊，啥呐那袂使参加，因两个哇徛安尼乖乖乖哄骂甲二十分钟，搁怎啊叫因两个坐下？啊，剩我呢，因为我伫阮迄班的成绩吼，大概可能拢拿吊车尾位后壁算较紧，所以伊看到我的时阵，无正面甲看呢，敢若轻轻啊呢，好坐下。哦，迄比甲面较艰苦，拢无看我，怎讲好坐下？看到我要参加呢，怎好坐下？所以阮迄班拄到我一下课，大家的同学看到我都。好，坐下。煞变作什么款？变作讲，这老师是非常轻视。那像讲，你要参加，你要安那，你的事业我领导的代志，我无关系。所以，伫学校的教育是什么款？我会记得阮的校长每一届，你若甲讲校长，我觉得我们活动中心应该开放给学生来用。你知校长拢安怎无？来来来，你哪一班的成绩如何？我感觉讲。要甲请求用活动中心，咱就爱先甲咱的成绩什么款，你才会使去使用。甚至你要表达你的意愿，你就爱先表达讲我成绩偌什么款，你才会使你开始去请求你所意愿的。请问你的成绩好歹，甲使用活动中心有啥物差别？这是学生的权利呢。但是用起来了后变成什么款？用成绩好歹
所以阮迄个校长每一届若拄到家长，拄到什么人什么人，拢问一句话：哪一班成绩如何？啊，你然后伊才要讲话。这是非常感觉讲，这校长那是行的。伫咱遮，咱来甲看这个影片内底，过来刷落去。这个老师一开始用真认真要去教育学生囡仔时阵，拄到一个困难。咱来看吼，这学生囡仔可能甲咱每一个人拢经过同款。好，来。球是谁丢的？你故意的！在教室旁边打球，管你，又是你，打破玻璃，你赔得起吗？看什么看？回去！到操场回去！组长，您的皮鞋。好，去。笑什么笑？还不快穿上！还在那干嘛？看什么看？走了！这条裙子啊，是托我阿姨从日本带回来的，可是千里迢迢哦。鬼鬼祟祟的啊，龚老师是这样的，我们主任呢想请林老师去看电影。是啊，龚老师也一起去嘛。我才不，不是电灯泡啊，龚老师，是一二三四四个人一起去。真的啊，一起去哦，好罗曼蒂克哦。是啊，很浪漫的。嗯，看什么电影啊？看新乐戏院的《王哥柳哥游地府》。哎，听说好好笑哦。好好笑哦，我建议你们两个去演，一定更好笑，更。所以呢，咱看到讲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感受到讲，一个教育单位，当咱囡仔咧看老师，咱会感受讲，老师因的世界可能是每一个人拢真优秀，也毋过。当咱大汉，佮看到学校内底同事、内底学校边边老师佮老师咧讲话对话，因所做诶物件，要安怎互学生囡仔来屈服？伫遮，咱应用真心诶去思考。当有一年，我要去代课，去伫一间国小代课，迄时阵所流行诶物件是虾米？全部学生囡仔拢总挂这个手机，你拢提手机啊！大家拢开始一直下课嘛咧卡，吼、哦！我相信这已经是真普遍的物件。但是迄时阵学校规定讲，学生囡仔唔好带这个物件来学校，所以学校安那讲、安那要求、安那规定，总是有侪侪人嘛，赶快要去带。但是伊早来时阵，拢讲恁袂使扎，袂使扎。也毋过，咱看到老师的经营啥物款，经营每一个老师拢总扎。所以我伫遐，转甲阮的迄班同学讲讲，老师嘛卖扎，啊恁嘛拢卖扎，安尼好无？因安尼才答应。虽然这影响到咱侪侪无方便，也毋过你有发觉到讲，咱要讲教育者的人，伊家己行为若无拄好，你想要安怎教育囡仔？我每一届真生气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咱要拄到要甲囡仔教育讲，你袂使去食薰。你敢知影迄个训导主任每一届来咧讲话时阵，伊拢薰就开始夹咧，啊点落去。啊，就甲恁安尼比，用伊佫用迄薰啊，佮咧点嘛吼，安尼比，比讲啊，恁各位同学不要抽烟啊，抽烟不好啊，啊，就竖一个佮分一个。我讲你安尼要甲同学安尼教育，甚至佫无分能。伫这种情形之下，
咱有看到每一个老师一做穿起来，大概都讲啊，同学应该服装要整齐。但是我看到阮学校的每一个老师，大概都赤白白，啊，查某像灰鸡共款。啊，然后就伫遐管讲，啊，恁袂使穿安怎，袂使穿安怎。甚至有当时我发觉到讲，因咧做代志敢真正遐用心。我甲各位讲一个秘密，当我咧读册时阵，我非常对到一个老师真无满意，伫遐无满意内底，我嘛发觉到讲，因咧改作业安怎改？恁知毋知影学校老师咧改作业安怎改？我毋知即马有无吼，但是我相信，伫迄个时阵根本无咧改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每一届教务处来讲，咱当时要抽查作业，你知影我一届真特别。从迄个作业内底，甲写一个某某老师赤白白，全甲砍下甲交出去。结果你知影啥物情形无？教务处嘛，赶快甲你烧香，等者伊那个分到转来，连看都无看。我咧想讲，真若有看到，应该马上就处理啊吼。啊，毋过我想迄个老师根本就无看。叫学生囡仔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像机械式安尼等等等等，啊，规本甲等好了，啊，然后佫分分等伊，安尼叫做作业抽查。然后规间老师咧做啥物？有诶老师真认真要教育，但是互这大环境安尼影响落去，伊煞毋知要安怎做，亲像咱影片内底即个老师共款。我相信伊为台北要调去伫都市，为都市要调去庄卡的时阵，迄心内偌济冲突，偌济伊爱牺牲的物件。但是伊讲为着这个后一代，伊甘愿安尼做。但是去到迄个学校，伊可能嘛真失望。好，咱来看伊过来发生什么代志。才看到讲，这位古阿明这个小朋友吼，伊算着足欢喜的。每一间我看一届，即呐像我参我囡仔的时阵吼，我感觉讲我囡仔甲伊同款吼，表达真直接，啊常常拢得罪人，啊常常得罪方面时阵，大家拢不爱甲解释原因，因为我感觉讲，伫我囡仔，每一届看到隔壁一个人。来跟我说什么，来每次，因为我们是三合院，三合院大的时候，每一次都有很多人来那里说什么，他们做禅回来，都在说，哦，我做禅，真辛苦，多艰苦，很艰苦的，然后就说，那七个不知道几挂几斤，但是呢，那是用要做不起，但是他说他什么呢？伊讲一个代志，我听了我感觉足奇怪呢。伊甲我讲啥物？伊甲我讲吼，伊迄阵向真侪人，甲阮阿公阿嬷啊，足侪阿叔遐讲啥物？讲伊当初是看到迄车啊遐侪吼，啊扛袂转啊，用咩无法度的时阵，结果伊加一句话了后，拢总甲做了。伊加啥物话？伊加讲伊吼难拍电呢，硬甲扛转来。啊，我想想我讲，哎呦奇怪！是安怎？迄个物件甲钉呢？
啊，然后就发抖啊。我伊这个问题想几年呢？奇怪，人敢若拄着困难啊，拄着无法度扛的时阵，感觉蛋咧啊，就会使你扛扛。哦，啊，是安那蛋咧力就较大吗？啊，大家那袂晓要蛋咧，啊，那拢定一直念。啊，查某要安怎？我想足济问题，但是有一日，这个人佫来的时阵，佫开始咧埋怨，伊讲因家所有工课拢放互伊做，伊做唔甘愿。每一届，逐项拢伊咧做，今仔日佫同款，遐个物件佫来啊！我怎伫边个应一句讲：啊，你若歹佫订一届就好啊！你知影迄个人是甚物款？伊甲我头壳滴一顶帽啊，讲我这个囡仔无教养、无礼貌，啊，牙棍啊就要甲我讲。我感觉我无唔对呢，我只是甲提醒。顶回你都有效，即阵我一届绝对有效。啊，若一届无，我第两届、第三届应该总有一届有效吧？是安怎你若歹久安尼做？这就是予咱这个囡仔古阿明，就是开始去想的时阵，伊真直接讲我要参加美术班，但是参加伊就用伊家己真自由的思想开始一直画一直画，画间老师嘛足感动的。但是后来发生什么款？你甲看后一个囡仔。乡长的囡仔，这个乡长的囡仔，伊开始做啥物工作？每一届伊咧画图，我相信侪侪人拢甲伊共款。若要开始到达一个地步，伊无一个明确，这就是咱今仔日咱爱注意的代志吼。来，请咱阁看。完了，谢谢各位。据我非常仔细用心的观察，十号同学涂家凤表现得非常进步。下一位，十二号刘湘君到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是第十二号刘湘君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们应该如何复兴中华文化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中华民族有5000年悠久博大的文化，有广大的土地，盛哲辈出，源远流长，波澜壮阔，气势雄伟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。近年来，由于西风东渐，影响了我们固有的民族文化，又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。也影响了我们固有的文化。迫不及待的时刻，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负起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责大任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应该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呢？第一，就是要转移社会不良风气，建立一个以中枢为中心的理想城市。打破玻璃赔得起吗？什么叫中？中就是要对国家尽忠，对领袖尽忠，对民族尽责，对父母尽孝，对朋友尽信，对人群尽义。所谓素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如果都能依据忠恕二字做为人处事的准则，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成为安和乐利的社会，这是我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。大家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，中华文化很快就可以复兴了。什么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二步呢？第二，就是要有博爱的精神。博爱是国父的哲学思想。孔子说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自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。哎，专家不能走啊，这演讲代表的选拔要你来打成绩平均的。反正都是老师们写的演讲稿啊，老师们教导的腔调手势，谁得第一名不都一样吗？你们决定比我公平啊。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户外户而不避，是谓大同。不能，我自救了。也难不难，也难不难，老师你死了。
三，木头人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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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木头人。老师都在开会了，你一定会入选，你真的画得比我好。咱看到都正迄个演讲吼，迄、那个囡仔差不多国小四年吼，啊，伊咧讲到什么题目，我直接卖阁重复一届吼，因为迄种物件，可能咱对古早啊，一直想到即阵，可能咱真侪步骤，也毋过，确实有复兴中华文化无？我甲大家报告吼，伫迄边是拢总无啦。啊，毋过伫咱每一个台湾人的心内底，拢总即种教育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刻伫咱每一个囡仔头壳底，已经无法度改掉。每地讲一届中国，因拢讲无共款，中华文化是非常五千几年，甚至你看伊个演讲手势种种。你看了，你唔知会惊一条讲，这种的教育，这种囡仔若大汉，拢伫倒位咧做工课，拢总伫公务机关。我甲看真侪同学，若读社会组的，真敖背册，真敖背遐历史的人，伊就是伫公务机关啊安安稳稳伫遐做工课。但是伊做工课的态度虾米款？伊拢甲阮讲。在公务机关要做工作吼，你就爱注意吼，爱会了解中国的文化，你才能生存。当然，我唔是咧讲所谓公务机关无好，我对着在公务机关咧上班的人，伊若有心要改革，伫遮我甲感谢，伫遮我真钦佩这种人，因为伊的头壳内底相信有好有歹。就参像这个老师同款，伊当看到囡仔咧讲到遐手势，哦，安尼讲到，哦，对啥物尽忠，对啥物尽责，啊，讲几对时阵，这个老师伊怎走出外口，真强烈的对比啥物所在，伊看到囡仔咧耍，所以伊感觉囡仔看囡仔咧耍游戏，啊，怎走去甲伊做伙耍的时阵，恁敢无感觉这世间上水的物件就是伫遮？世界上上界水是心灵，迄、那个真自然。伫遐拢无甲老师惊吓，也无甲老师讲啊，老师我都爱尊重你。你像老师安尼算，伊甲老师讲，老师你死了换你做鬼。这若有诶听到吼，怎甲你扒落？但是你看这个老师，伊真愿意甲囡仔做伙，开始讲哇，耍啊真快乐。我相信这个老师去到这间学校，我都找到伊心灵诶安慰。就是在这个囡仔身上看到，伊感觉讲会当予伊留伫这个学校的价值，是这囡仔的种种的行为，予伊会当去感受讲，这是都市已经判定真久的物件呢。你看伫都市内底要耍一个游戏吼，爱去倒位，我会记哩伫台中市拢爱去个安全岛咧劈竹啊，安全岛呢，甚至。在我伫高中的时代，每一届老师拢讲，就讲恁吼袂使去不良场所，放学后赶快回家，也袂使去不良场所。所以我伫遐，我安尼佫想到落尾，怎啊发现着甚物物件？发现着讲，唔对呢，敢若讲要袂使去不良场所，我怎啊举手问老师讲，老师，那请问一下，伫咱台中市倒位是优良场所？图书馆五点就关门啊！无图书馆也无开放啊，无较优良的吼篮球场嘛锁条条啊，咱的活动中心拢老师咧耍啊，结果操场敢来使跑步啊？请问倒位是优良场所？甚至伫学校嘛，甲你苛刻我讲，恁伫五点以后拢总卖伫学校逗留啊！看来看去，全部都唔知倒位有优良场所呢。拢找无，也无游泳池，也无啥物会当无啦。安尼做优良场所伫倒位，连你家己嘛毋知影。老师讲，无就倒厝看电视就好啊。我迄个答案，老师给咱这个答案，你敢会满足？我相信一个国家，伊若是为着百姓，伊会
福利伊个种种活动，应该是爱去建设真济真济，啥物物件？建设足济，网球场、篮球场、棒球场，甚至用较济经费，互各个社区拢有迄弄球道，也是乒乓道来遐耍，来遐佚佗。啊，毋过甲看看，咱遮拢无。啊，你若问到一个人讲，请问吼，你若是？你当选，所以你甲看讲，台湾人的心情已经落伍到啥物程度？咱若要选举的时阵，伊拢甲讲，咱吼若做这个立委，若调这个议员，若调这个县长，若调，伊要替咱遮争取一个啥物物件？当你听到这的时阵，这感到，这是政府应该爱替咱做的呢，毋是咱去甲要求呢，甚至有诶，佫真袂见效。做到一条路空点啊，加尔讲遐写一个牌啊，甲十张牌啊，拢写啥物话？感谢某某议员替咱争取这条路，叫百姓爱甲感谢，感谢安尼。伊若讲这个议员是无领薪水，伊来甲只个会使你干吼。啊，毋过这个物件根本就是你领阮的钱，啊，你替阮讲几句话，啊，做这条路出来，迄是你应当爱做的物件呢，毋是我去甲你干呢。我阁甲你讲，你这个立委都扣工啊。但是，侪侪咱台湾唔知影，所以伫这个选拔比赛，这个影片内底，伊咧讲着讲美术比赛咧选拔时阵有两个冲突。第一个冲突就是讲有一个天才古阿明非常厉害，这个老师极力推荐讲这个囡仔一定爱去。但是第二个冲突就是乡长的囝嘛要去，两个干呐选一个，要安怎？咱继续看哈，老师都在开会了，你一定会入选，你真的画得比我好，可是你功课比我好啊，一般都不能有两个代表。现在我宣布各年级的代表名单，一年级杜佑林小朋友，二年级陈坤和小朋友，三年级吴文清小朋友，四年级古阿明小朋友。专家，我反对。对于这个画图呢，我是外行。古阿明他画什么，看得懂吗？我们再看林红这张，无论是形状、色彩、大小，明明白白、正正确确，一看就懂。就算代表六年级啊，也不会差到哪儿去，代表初中都够了。我这个外行啊，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选古阿明。组长赞美林志鹏的画，总括来说就是像。如果画图只求像，用照相机就好了。哎，照相的像是按一下就好啊。画图的像是要功力的，小朋友怎么样感觉就怎么样画，跟实体人物像不像是不大要紧的。但是古阿明的感觉也未免太糊涂了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教导的。儿童本来有的是纯真，往往因为大人的教导限制了他们的天分，变得这也不敢画那也不敢画。古阿明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有主张，能用他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他幼小心灵的经验和感觉，这才算是创作。各位一定还记得乡长竞选的时候第一张的画像，我为什么说它像挂在花车上一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徐组长当时不也同意乡长的看法吗？我说过，你专家我外行，不会讲什么生命啊、文章啊、艺术创作什么的，我只知道让古阿明去当选手会让我们闹笑话的。你才执掌了三个月就以为你真的是专家了？可是徐组长忽略了天才啊，天才有特别敏锐的感觉，是不太需要指导的。你把古阿明比作天才，乱涂一通，色盲一样。我看他简直是笨才。哎，这样子啊，我看你们两位立场都很坚定啊，这个在本下线是一样的。哎，我们这样子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听听别人意见呢？我觉得两位老师的话都很有道理，我都很敬佩。画图嘛，总是要让人家都看得懂。看得懂才有办法分出好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觉得选林红这种看得懂的
至少比较有把握，比较有把握。嗯，既然这样啊，郭老师啊，反正啊，这个学生啊，都是你指导的。如果林志宏有好的成绩，哎，也是你的功劳啊。校长，我不是为了功劳，我很不礼貌的说，这次比赛能得第一的就只有谷阿明，林志宏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谷阿明在去年就能参加比赛的话，他早就拿第一名了。只因为大家都没发现他。哦，郭老师这么说，好像我们这些人，校长了，你我大家了，都是睁眼瞎子了。我并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想让他了解。你只是什么？校长只是请你来指导美术班，并没有让你决定谁做代表。再讲下去，大家原本团结和谐的气氛会不好，对学校也不好。这样吧，选举刚过，民主时代嘛，我们也来不记名投票，这多么公平啊！公平公平，我们就给他这个地方民主一下。林志宏一票，谷阿明一票，林志宏一票，林志宏一票，就这个林志宏十票，谷阿明两票，当然啊，林志宏当选了。哦，好，咱看到这个情形，是不是在咱台湾教育里底，还是某一个所在，拢总捌发生过？咱今仔日心灵内底的感想，你会当真自然来个表达。要毋过，当大家讲咱来用投票来表决的时阵，这会造成啥物款问题？这会造成讲真真正正的物件，咱无法度去甲凸显出来。真好的物件，咱会怎甲砍掉去？我简单举一个例。我会记得在我囡仔的时阵，捌为着要去比赛，要唱合唱团的比赛，阮的教会就将囡仔拢甲叫来唱歌。咱大家知影，当阮迄时阵代表着参中去音乐比赛时阵，阮拢有一个真好的记忆，就是阮唱歌。当每一次比下去，那咧宣布第二名，阮就拢对咧拍扑啊。是安怎？阮若无第二名，就是绝对第一名。哦，啊，迄囡仔拢戆戆，就是讲，阮真安怎？其实，迄是囡仔真自然，因为阮若看到第二名公布落去，啊，阮就开始，哇、哦，真欢喜，哦，开始，啊，阮就对咧欢喜，因为阮第一名。那像势在必得同款。但是阮赢，毋是赢伫讲阮技术较厉害，嘛毋是赢伫讲阮是安怎天生的智力较好吗？毋是，伫我的记忆内底，我囡仔差不多，那国小会记哩二年，那放学了后，毋是去安心班，怎册票歹呢？怎对教会去？啊，遐拢总有差不多七八十个囡仔。啊，所以迄一个长老吼，阮迄个长老开始，伊是读东京大学音乐系毕业吼，东京帝大哦，第四名毕业的。一开始讲啊，囡仔来遮耍嘛是无采，无咱来咧，就少少拢来唱歌。所以阮伫遐安尼一工一工一工一直唱一直唱，一届拢唱咧几啊点钟，但是感觉足快乐的。有一日，阮每一届比赢的时阵，迄时阵。在流氓政府体制内底，有一个比赛，伊讲真啊，选拔过去了后吼，会使免费去倒位比赛，你知影无？会使去日本。当这个消息公布落了后，阮规定囡仔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讲好安尼，会使来日本。你敢知影？阮迄时阵，大家每一工迄练习甲吼，拢袂忝，足快乐个，敢若想讲哦，咱若来日本非常个好，大家拢伫对着咱若赢，咱将来冇输过，可能会赢，所以咱。准备要日本，拢咧比赛当中就咧讨论讲，咱若来日本要去东京搭一条街搭一条路，要来遐先怎佚佗，甚至佫讲啊，我爱来买
36张的底片吼，啊，迄阵拢密数位吼，迄阵拢用迄底片，讲我着爱买几张，买几张啊，准备炸咧，啊，真快乐，真欢喜。等比赛迄一天，阮安尼比了后，阮感觉阮嘛第一名，因为伊宣布的名次是对第三名安尼宣布都倒来，当第三名宣布落去，阮的心开始紧张。当宣布第二名的时阵，阮嘛同款对咧欢喜。当第二名出现，阮开始哇，安尼咱即届咱日本咱像起个成呢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宣布第一名的时阵啥物款？宣布第一名的时阵怎无宣布？因为阮的对手就是台北市立儿童合唱团。当迄个时阵。奇怪，啊那第二名就宣布了，是安那那无第一名袂出来。啊，我嘛想讲，可能是阮呢，无看看都无比阮较好呢。哦，迄囡仔较天啦吼，毋是讲阮咧臭屁，是还是阮囡仔较直接。那想讲啊，阮先生就爱阮咧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落尾，阮发现一个足现实的代志。你知迄评审，主委评审起来讲一句讲，因为。第一名吼，足歹评分。到底是要予台北儿童合唱团，还是要予恁餐中来？因为阮餐中无名呢，无名就所以无公布。啊，所以伫遐等等等等到落尾，竟然迄个总裁判怎讲？啊，无安尼啦吼，老师即目前有十个评审老师，咱用不记名投票。那看投到什么人，啊，咱就予这个队伍去。结果大家讲唔免要用牙手就好。结果怎变作评审牙手去了后，阮得到两票，阮才讲阮第一名。但是阮的成绩，听迄个评审讲，阮总统计起来是赢过台北市立儿童合唱团。但是因表决来讲，那比气势应该是儿童合，即台北市立儿童合唱团靠水准，靠高迄个价，啊无安尼决定，因第一名互因，啊奖品互阮领。阮第一届手摕到迄个奖品的时阵，每一个囡仔拢无人咧笑。感觉讲，咱像红出卖同款，甚至阮迄个老师嘛气甲吼，安尼气甲评审，伊甲因讲，阮迄个张老甲因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伫即个评分内底，咱赢伊差不多2.5分，但是啥呐？咱会上，咱会输因，咱毋是输因吼，咱是即个环境造成无法度，但是咱毋通灰心，咱。来了后，爱继续努力。要唔过，迄是老师讲的吼，大家想讲日本无通去，过来自迄天起，无咧练唱歌，大家无搁再咧耍。甲即个老师同款吼，你甲看，伊每一届讲要评选乡长的儿子去参加比赛时阵，所造成的结果是虾米款吼？来，咱看，搁继续咧，吼咱。我只记得他摸我的样子，本来他更漂亮的，我没被选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今年也是这样子。老师，有钱人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教会。
喂。哦，是是，徐老师，我知道了。各位同学，请暂时不要离开学校。本校林志宏得到全县美术比赛四年级组第二名，这是学校的光荣，请大家到校门口迎接。大家走，大家走，哎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哎，真的不容易啊，沉香啊，总算扬眉吐气了，哎，天才，真是天才呀、啊，神童啊，第二名就是亚军的、啊，哎，是的、啊，哎，各位，各位，哎，郭老师，这个啊，不管怎么样啊，有这块成绩啊，还是要谢谢你啊，专家。好，来，咱时间关系哈、哦，我用简述的讲。真可惜，伊派迄个乡长的囡仔去比赛了，伊怎得到第二名回来？敢那参像讲，这个第一名无出现，相信这个囡仔讲到一句话讲，是毋有钱的囡仔，大汉拢较会晓。伫遮，我甲大家来互相勉励。伫咱民政府内底，咱来向这句话来个挑战。我相信咱的阿盖执政。绝对这句话，咱来做真大的挑战。唔是有钱的囡仔就较会晓，是政府无去教育这个囡仔，你无予一个囡仔平等的教育。我听阮迄、那个拄则咧讲迄个张老，伊讲因较早的老师真严，日本的老师是非常严格，因拢真惊伊。也毋过，当有一届，一个中部老师咧。把囡仔催迄个，咧收费用收无钱，把囡仔叫来，咧甲伊问话时阵讲，你现在为什么不交钱？你敢知影这个日本老师吼，怎对迄个另外一个老师咧甲讨钱？迄囡仔，迄个老师怎先看掠，怎甲为面甲整落去？甲讲你安尼做只是逼死囡仔尔。所以伫伊个心内底，咱就看得到无？当日本甲咱教育的时阵，无钱毋是毋对，无钱并无犯法，无钱毋是身份较低，无钱毋是无自尊、无尊严。咱常常伫咱今仔日要做的工课内底，已经看到讲咱的尊严拢总用钱来买。所以我伫遮看到咱台湾每一届那侪侪人咧捧迄只名牌的包包。啊，是名牌鞋啊，什么鞋，什么种种拢好。每一届，迄种人若徛伫咱的面前，大概朋友内底，若咧讲着讲我这脚牌啊，几啊万、几啊万的时阵，我拢甲讲一句话讲：，若会去买这种物件的人，就是无信心的人，无自信的人才去买。因为你无用这物件，无人会甲你注意，是咪安尼？这是咱心内破病的所在啊！咱心内每一届看到人摕到侪侪物件，看到人讲哇，伊个厝那大个遐水，咱心内咧喙大。咱若看到人个物件，看到讲迄牌、迄包包遐尼啊好，看到人个鞋遐尼啊水，看伊个衫遐尼啊好，咱心内嘛是会喙大。但是今仔日咱民政府要执政，是要予人知影，今仔日个尊严毋是建立伫金钱，今仔日学术、你个好歹。袂使用标杆，咱嘛爱注意，一个专业的物件，并不是用标杆来做选择。若安尼讲起来，咱就看到进前，咱就迄个陈水扁总统，被判了，讲无罪时阵，你敢知影媒体，还是迄一个马总马先生吼，伊讲啥物话？伊竟然看讲判无罪，尔伊起来呼吁大家讲：“哎呀，你判，你用安尼判落去，不符合什么款社会观感，笑死人！迄一个法律竟然爱符合社会观感，敢会当安尼？袂使哩。后来这段影片，咱来甲看了，你就知影讲咱台湾人被压制到什么程度。
这个囡仔，伊无去画画比赛了后，结果伊怎生一个病，了后伊怎来死去？这个老师嘛离开迄个国小，伊感觉讲我只教无五万啊，所以伊甲这个古阿明伊的话怎甲提起世界甲比赛？你甲看过来的结果哈。因为伊就是肝脏病啊，结果伫咧过阵的中间怎死伫船顶？啊，伊的话，伊的老师怎甲送去伫外国咧比赛吼？李金啊，你专工要来找到恁老爸，甲找到恁大姐是无？甲恁做啊！你若要死哦，你就死下去，死下远远啊！送到外国比赛，请土地公公有空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告诉地下的阿弥，他都是世界第一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水城乡的位置是在龙穴上。几百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开垦。就已经说过，水城乡地灵人杰，将来一定会出伟人。今天证明了这个事实，我们水城乡出现了一个天才儿童，小弟查说一点都不觉得奇怪，可惜我们没有为这个天才尽一份培育的责任，常说心为乡长，当然应该多难过一点。小弟常说，只要当一天的乡长，就决心要那铁砖的胶条，要那小坡先生们没有投入。尤其呀、啊，这要特别的注意，这个在美术、音乐，还有这个艺术家体育方面有优良。像那一段。乡长的演讲，我完完全全甲截录下来，就是要咱看讲，恁的感想在啥物款吼？迄、那个囡仔伊安尼来过身去，当伊知影讲伊是得到世界第一名的时阵，真侪乡长，迄、那个乡长就开始出来讲一寡五四三，讲一寡迄些人听了毋知变哪感动的话。予你听了愈想起的话，甚至伊敢为着伊的出名，伊家己嘛讲着讲，伊
失去了栽培责任。在咱这个心灵教育里底，咱台湾就真少咧问着咱家己，咱台湾人到底是需要什么？你应该有听到伊咧讲，在迄个乡里底是起伫龙穴上面，这是真错误。中国用这个物件，甲咱控制咱的思想。那像讲，咱伫遮有出着好人才，必须爱靠着风水，这是真错误。亲像一个人，那像要做代志，你都爱去找风水种种方面来配合，致使乎台湾人无迄个时间去做做思考。伊用这个物件，予你失去这个逻辑的思考。啥物叫做风水的关系？是家己努力无够吧？所以等侪侪台湾人开始即卖伫背诗句，即卖伫开始去研究真侪诗的时阵，真侪中国诗、中国的文化。但是你敢算算诶，看看咧？你若为唐诗三百首，每一首甲掀来掀去、掀来掀去，看看看了后，搁规本甲背起来，咱爱心来问家己一句话：你读这个诗句了后，对着咱人类有啥物帮助？无，只是考试会用讲顶安尼尔。所以咱台湾宋氏是伫这个所在吼，咱骨来开始安那计划，因为咱已经从教育个讲，咱未晓去思考咱头壳需要啥物，甚至咱认为有侪侪代志是应当的，这上介可怜。我用一个话来举例，亲像讲我的爸爸，伊本来要用真侪产业，几百亿的产业要给我，伊甲讲讲，我要听候讲我的囡仔若大汉，麻烦你将这个产业爱交代予我的囡仔。我有几百亿的财产要给我的囡仔。啊，因为即阵伊还细汉，所以当伊大汉的时阵，请你将这个我交代你的物件，予你我的囡仔。但是有一日伊囡仔大汉，这个朋友又将安尼约束无无，伊干那每个月领一个五万块，予这个囡仔讲来来来，我免费予你五万，逐个月拢予你五万，无条件予你五万，无意见。拢唔免迄个，但是安尼五万一直提时阵，这个囡仔的思想变作啥款？这个思想讲，哇，我爸爸这个朋友是大好人呢，伊吼，逐个月无条件拢给阮五万，我爱甲感激。按古咱听了，这是笑的行为。台湾人少想，每一届那去的。你讲宣导讲台湾这个土地是啥物人的？咁中华民国的唔是，但是中华民国伊一个月只要予你3000块，咱的台湾人心就变作啥款？开始问讲，我若参加恁民政府，我的3000会无去无？这就参像安尼同款，伊无想讲，咱若是甲政权摕倒来。咱不是只得到3000块而已，咱坐坐文化，咱心内的教育，咱心内迄个对着面对生活的惊吓，拢总会无去。咱唔知咱的台湾内底，假使若卖流氓政府来伫咱只甲咱吞打，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底是非常的富足，无人欠亏，无人三争。但是今天是他教育起来，为什么时候跟你说，你自出世你就要人竞争，对孩子开始要看一下比一下更大，读国小时候跟大学都总在比看什么人的成绩更好，但是大学毕业了后看什么人的头脑更好，但是他又娶某了生孩子，开始看比一下孩子更优秀，
安尼一代一代一直循环，一直比赛，一直竞争落去。请问咱比到落尾得冠军的人，对着人类有啥帮助？无。所以每一届，伫我的心内底，我常常看到郭庄头每一届拢咧比赛，伊用侪，互你比赛，创一个球嘛，通啊比赛，用一个物件，看一下更加。更了较优秀，嘛咧比赛，甚至即摆比赛啥物款，伊用人的肉体咧比赛，是安怎讲？每一届我若看到咧参加北加强这朋友，这小朋友、未成年的朋友，你甲问讲，恁是安怎那边安尼训练？吼、哦，是安怎那拢开始？你敢知伊拢咧做啥物头工课？因常常拢爱麻烦因的同伴内底用迄个棍啊吼，一直讲伊的背部，安尼一直讲一直讲。我讲你是咧创啥？伊讲我吼伫表演迄天，我要真有特色的表现，是安怎？伊讲我要抄迄个做啥物刷戏剑。我讲安尼敢袂足空诶？结果伊甲我讲，你毋知哦，迄人迄白个。别个强庙吼，吼、哦，迄草甲吼，迄袂甲头拢飞呢。啊，甚至比啥物话，比讲迄、那个用正规即个啥物所在吼，正规即开始，你看人迄有材料正规呢。甚至用刀钉床，用刀啥物话，刀啥物话，哇，实在即拢咧互人比赛呢。也毋过即个比赛落去，得冠军有利益无？无利益。得到冠军的人，我相信伊的肉体已经是，甚至生命嘛危险。所以当因咧训练讲要倒钉床的时阵，伊讲你看，阮有法度倒一百支的钉床，恁有法度无？另外一个讲，阮无算啥，阮倒2000支，伫遐咧算看一下倒较侪支的时阵，我讲啊，你若歹倒一支就好啊。若要安尼讲，你着倒一支就是啥，连免倒较遐侪支，你莫安尼讲骗。所以因比赛的迄规则失控去啊！也毋过伊无想到讲，当即个无底的竞赛结束了，囡仔的肉体失去，包括伊的生命也用的无去。上要紧是咱的后一代已经嘛无去啊！所以伫遮，咱看了遮影片，期待咱民政府所有同心。咱拢甲当作咱是一家伙人，咱大家互相勉励，互相来彼此相听。今仔日甲大家分享到遮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请起立，起立。